我不行啊，那摩托车不行啊，他被撵的摩托车呀，你看那人。 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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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！这次是最危险的一次。我们开车准备去我朋友家，碰点事儿，走到半路的时候看农田地里又有一只老虎来回跑，我们挺害怕的，寻思掉头往回走，因为当时心里都挺害怕。说实话，完了呢，我们准备要刚要掉头，东北虎就奔我们来了，我们速度太慢了。完了，我们就想往前走，结果呢都没有撞到我们车了，我们仍然并没有什么伤害啊。 完了，现在我们各级政府呢都做出了回应，就保证老百姓的生命安全。看视频，上封面。